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明图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恐龙快打，非常精彩的比赛啊，非常非常精彩。好，这儿游戏已经开始，右边是二三大神之前保持着一个世界纪录啊，左边是接地大神挑战这个二三大神的世界纪录。好，这儿双方都进入这个屋内啊，开始骗爆啊，二三大神率先完成了骗爆机，啊，接地还在骗，啊，运气稍微差一点啊。不过这个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。好 ，OK， 双方都完成骗爆机。好，右边这个二三的成绩啊，之前给大家录过了啊。这左边是昨天晚上接地大神打出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成绩啊，看一下是否打破了二三大神保持了这个世界纪录。好，这两边都来到了 BOSS 环节。好 ，OK， 打法基本上都是一样，目前领先的还是二三大神。好，继续。好，二三大神率先打死了 BOSS。好，这边接力也是打死了 BOSS。好，但是可以看到啊，这个过场动画，接力这边稍快一些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接力他是把 BOSS 打死在脚下，这个二三大神呢，他是把 BOSS 打飞了，所以这就造成了接地的过场动画稍快一些啊，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个反超，非常非常的细节啊，非常非常的精彩，完成了反超了啊。这虽然运气稍微差一点啊，骗暴击的时候，但是依靠一些小细节啊，完成了反超，已经开始拉开距离了，但是不好说啊，因为这才第二关，这个后边还长呢。OK， 率先进入这个画面，领先的也没有快多少，因为恐龙快打它最后通关的成绩是有18分多，所以领先的这个时间，这点时间并不明显啊。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。好，第二关的 BOSS， 好，左右摆拳，两边的打法基本上都是一样。OK， 看一下谁先能搞定。还是接地这边稍快一些啊，稍快了零点几秒。OK， 没有问题啊。如果这个游戏啊，它只有三四分钟就通关的话，那么这几零点几秒可以说基本上就是领先了啊，基本上就领先。但是十八分多，不足以啊，不足以。夜长梦多嘛，你这后边难免可能会出现有些地方打得不好啊，或者是出现失误的地方，这是难免的。好，两边都开始开车。好，这儿关键的地方就是看谁先下车，谁先下车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啊，打这一关的 BOSS。 好，双方都开始挨炸，谁先下。好，这边二三先下了车。好，接地也紧随其后。好，双方的第三关 BOSS。 OK， 是二三再次利用这个率先下车完成了再次的反超啊，这个太精彩了，竟然还有交替领先这一说啊，这个非常非常的精彩啊。这一幕我只在 NBA 里面看过啊，在速通这种速通游戏里边这很少见啊，很少见交替领先，非常非常牛逼啊。但是啊，这一点虽然二三领先啊，但就像前面说的还很长，还很长啊，不一定啊。好，继续。好，再来到这个修车厂。好，看现在就看哪边处理这个精英怪啊，处理的好啊，就是这种血量超过一排的啊，就一套基本上打不死的这种，看谁处理的好。好，接力拿上枪，赶紧往前冲，来到同一位置。好，有子弹。继续拿枪清兵，这个枪的话这儿扔空了一个手雷啊，非常非常的尴尬，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有失误的地方。好，二三率先进入了最后一个场景，先扔一个这个炸药，看也是炸六个，两边都是炸六个。好，这里都没有拿枪啊，都没有拿。好，看一下拿一个步枪，两边都是同样的枪，没有选择那个，没有拿那个冲锋枪，啊，都是六枪。哎，这边扑空了一个，但是反应非常快啊，用 AB 打掉了 BOSS 的刀。
好，这儿可以看到这个接力大神的运气确实是有点尴尬啊，这个 boss 每次起身都放大招啊，但是每次都是通过走位躲掉了他的大招啊，跑到他屁股后边爆局，这个运气非常非常的尴尬啊，这每次起身都有大招。好，来到第五关，好，目前是二三暂时领先。好，这又是同一画面，其实追时间的地方还是在最后两关啊，最后两关的精英怪比较多啊，目前这个领先并不大。好，我这儿是把两个记录啊，哎，不是两个记录，两个视频就同时啊，从同一个点同时开始播放，所以两个视频只要是谁的画面快啊，谁跑在前面，那肯定就是谁领先啊，这个毋庸置疑，因为是同一时间同一起跑线同时开始，就到最后虽然就算没有计时啊，你可以看这个画面谁在前边啊，谁就是处于领先的状态，这样的话就一目了然，非常的清楚。好，都是提前在桥上扔了炸药啊，但这边少炸了一个啊，一个没炸死，非常非常尴尬的。好，马上来到这一关的 boss 啊，这 boss 前的话还有几个精英怪，对，出来了。好，左右摆拳这边，哎，少打了一拳啊，这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失误吧。啊，这边二三已经见 boss， 见到马云了。好，二接敌也是见到马云，两边开始抱住马云。再来 ，OK。目前二三略快哈，略快。看一下打第二个形态呢？第二个形态继续抱摔，错位的抱摔。啊，继续的爆摔，这边二三还没有完成击杀。好，两个人同时啊，竟然在同一时间完成了这个 boss 的击杀，非常非常的精彩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两个人就回到了同一起跑线。好，这儿可以看到，虽然是同一时间打完，但是这个过场动画还是接力要快一点，因为这个打完 boss 后的结算时间，只要你的血少啊，哪一方的血少的话，结算时间就要快一点。所以说呢，每一关的 boss 打完之后，除了第三关啊，除了第三关，每一关的 boss 打完之后自己是空血，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啊。前边不失误的情况下是空血，但这也只能是就是理想当中啊，理想最好的情况。但是还有一种缩短这个过场动画的技巧啊，这个我特别问过这个接力大神，他给我说是在 GoGoGo 完之前把道具全部清掉啊，你清掉的道具越多，就除了武器之外的道具啊，就是那些血量或者是加分的道具全部清掉，这样你的清掉的越多，你的过场动画越快，这两点加起来，你在过场动画的时间就会省下的非常多，非常非常的细节。好，刚才那个场景接力打得并不是很好啊，落后的比较多啊，这儿二三已经来到了恐龙脚底。好，也来到了接力，也来到了恐龙脚底。这样一看的话，接力落后到这个位置，落后的还比较的明显，已经到了双翼形了这边。好，赶紧追。好，到这个位置是要升级的。好，这边的话二三已经到达 boss 了，这个领先非常非常的大了已经。好，接地感觉情况不对啊，血都没有减，这个血减不上了，领先非常的大，二三啊已经打完第一个形态了。好，开始杀右二三。好，这边也是开始，但是这个血量怎么说呢，刚才没有减血，会不会成为一个伏笔呢？这个血量还有最后一下。好，二三已经带走 boss 了，直接来强撸，哇，直接带走了，这个血量可以看到空血，
非常非常的完美啊，空血过关。刚才那个血量第一时间还以为不够啊，这个接力不愧是接力啊，直接算准了这个血量刚刚好啊，空血过关，非常非常的极限。这样的话就把刚才的时间追回来不少啊，刚才如果去捡血的话又要浪费一秒钟两秒钟左右，哇，太极限了，非常非常极限。好，这儿刚才为什么我要说血量可能不够呢？因为这个杀鼬的条件有两个啊，一个是你的血量要够，二是你的攻击力必须要是满的。如果你的血量不够，你的 AB 不足以把这个 BOSS 的幼体打入一个斩杀线，就是刚才你可以看到接力就是一套左右摆拳直接把 BOSS 带走了啊。如果你的血量不够，你的 AB 把它压不下这个斩杀线啊，你就没办法一套把它带走。所以刚才为什么说可能这个血量不够啊，但是接力不愧是接力啊，非常非常的极限啊，极限斩杀。刚才那个血量啊，你就算是换成其他任何一个角色那都是没有办法斩杀了。好，来到电梯，可以看得到这个电梯的话还是二三稍微领先。哎，哇，这一下双方基本上又处于同一起跑线了啊，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。这个电梯可以看得出啊，基本上就是同时下降。哇，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了，刚才落后那么多都被追回来了，都被抹平了，非常非常的精彩。接下来就要看这一关第七关后边到 BOSS 这一阶段的处理啊，目前是电梯的第三阶段，马上到底。啊，这儿可以看得出这个二三的运气确实好一点啊，这竟然掉了两个炸药。好，先丢一个，这边接力没有炸药啊，非常非常的尴尬。但有个口香糖还可以啊，嚼个口香糖压压惊。好，这边的话二三再次捡起这个炸药，这个炸药下电梯的时候应该是有用的。好，看怎么用啊，直接扔下边两个直接炸。好的，这两个炸药就是领先啊，就是领先啊，又掉一个炸药，这个运气，但是没有捡，两个手雷，一个炸药，两个手雷啊，这也可以反映出这个二三的运气确实要好一点啊，运气就是实力的一部分啊，可以这么说，但不能反过来啊，这个实力并不是运气啊，实力就是实力，但运气确实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好，到达这儿，三个对眼龙，对眼龙，这个眼睛长得非常奇怪啊，三个异形，看这三个异形怎么处理。好，几乎在同一时间完成了击杀。哎，这儿接力打开了一个头，然后赶紧捡起来吃掉。OK， 这样的话过场动画又稍微快一点啊。利用这个冰淇淋，一杯冰淇淋完成了对二三的一个反超，因为比你多捡了一个冰淇淋嘛，这个过场动画就比你快一点。刚才过门的那个动画，哇，非常非常的细了，太细了，太细了。好，目前接力再次处于领先的状态，到第七关的 BOSS 双幻影男，这个 BOSS 一定要处理好，这个 BOSS 如果处理不好就出大事儿。这个 BOSS 非常非常难，这个恐龙快打最难的一关 BOSS。 两个人的打法都是大同小异啊，一砸二，都是一砸二，再来再砸，往左边拉刷一个无敌，再砸再刷，哎，打死了一个，哎，这 BOSS 被打飞了，被接力打飞了啊！那个干死第一个的时候，第二个被打飞了，耽搁了一些时间。不过，看这个血量还是处于领先的状态。最后两次爆摔，好，都是一样的。哎，这边接力的运气这着实有点不好啊！你可以看到最后两次爆摔的时候没有接平 A， 就是害怕这个小兵在屁股后边打你啊，所以直接爆摔了。但是二三这边的话，那个小兵离他非常非常的远啊，完全不用担心。好，这样的话两边又再次的回到了同一起跑线。好，这个异形，好，二三稍微快一点啊，现在二三再次处于领先的状态，又领先了。
双方交替领先已经五六次了，非常非常的刺激，非常非常的精彩。好，这边接地利用这个手雷率先见到了这个大异形啊，这样的话接地又再次处于领先的状态。那看这个大异形有点不配合啊，跳了两次，是二三这边率先干掉了大异形啊，虽然后见到大异形，但是他率先干掉。那么这样的话领先的优势又再次回到了二三这边。哇，这个短短的十几秒钟就又来回交换了领先优势啊，哇，这简直就是世纪之战呀。这个哎，这儿接敌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失误啊，这个两个残血的兵被他摔出去了，没有摔死，非常非常的尴尬啊。这样的话又是一个大失误，哎，这儿又是一个大失误啊，像这种我们都看得出来的失误就基本上属于大失误了啊，这个来不及捡血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刚才出现了两个失误，竟然出现了一个反向的飞拳啊，这个就属于特别大的失误了，像这种失误我们都看得出来，那能不叫大吗，是吧。啊，这个来不及捡血，没有办法，这个失误两个，连续的两个失误，赶紧往前追。现在二三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场景了，紧随其后，看一下这个枪能不能刷出 M16 啊，看这个运气应该也不能了，没有啊，没有，这个看接力的运气的话是出 M16 是基本上不可能了，这运气太差了，连手雷都给得少。好，现在就看处理这几个壮汉啊，这几个壮汉都是属于精英怪的类型啊，谁处理的好谁就先见 boss 啊。这边接力基本上空血了，还有最后一次 AB 啊，先骗一个 OK 带走了。好，这边利用这几个精英怪，接力暂时领先，非常关键的环节啊，来到了关键时刻。好，最后一波小兵，这一波捡上血，赶紧。好，最后一个打掉。好的 ，OK， 接敌这边率先进入 BOSS 环节。这几个精英怪处理的好啊，这几个精英怪处理的非常好，率先到达 BOSS， 把枪给丢掉，一个形态。好，左右摆拳直接打，打错身。好，再来，黄血了，见黄了，见红了。好的，打死第一个形态，捡上枪，但这个枪应该不会第一时间用，只是把枪调整到合适的位置，因为这个 boss 两个人的 boss 的位置不一样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，方便一会儿捡枪。好，开始先打一套啊，一个飞扑突出屏幕之外，捡上枪。好，一个突左边，一个突右边，怎么说，把子弹打空，哇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最后一波，全场比赛结束，我们可以恭喜接力啊，拿下了恐龙快打的世界纪录，18分21秒07。啊，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这个07它并不是07秒啊，它是07帧啊，就是1秒60帧啊，这个07的话就是07帧。这儿的具体时间的话要用这个07去除以一个60啊，就是18分21秒11这个成绩啊，这是它的准确成绩。这边二三的成绩的话是18分21秒47啊，然后除一下的话，47除以60的话，我除一下啊，这个不好，我算一下啊，不着急，47除以60，好，0.78秒啊，就是18分21秒78，领先了40帧啊，也就是0.66秒，打破世界纪录啊。当然，他们这个通关的具体时间从哪里开始算，还是要看游具平台怎么来界定。因为我这儿是从第一关天台 AB 完，就是自动 AB 完之后的第一帧开始算，到这个 BOSS 死的第一帧结束。啊，是这么算的啊，但具体的时间还是要看游具平台的审核人员到底怎么界定。但是我们可以恭喜接力啊，以0.66秒的微弱优势成功刷新了恐龙快打的世界纪录。
好，那咱们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录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